是咱高府皇府安尼结亲戚，新郎新娘结连理，咱大家拢足欢喜，先拍鼓啊，甲恭喜！啊，我之所以遮生意第一场专业挂个亲戚来，就是我在做馆长的时，咱新郎的爸爸高秉壮同时做乡的代表，啊，伫地方。不是给咱做代表来到帮忙，就电话选举，对选立委，到选馆长，到选连任，甲你直到即马，拢嘛是我上大条啊卡，而且伊这是正港大条啊卡，所以的名就足拄好，我拢叫伊壮啊壮啊，真正这足大支的条啊卡，足用的，所以咱搁甲拍跑啊一个。啊，伊为地方做服务。伫基层做走总，当时甲我啊甲吴炳瑞，当时阮是县府团队，我伫做馆长的时，吴炳瑞就是做机要秘书，啊当时因为壮啊足热心，啊佫做人足正派足积极，所以为亲戚仔咧讲话时，啊我拢足尊重，而且拢足要紧，当时伫亲戚仔要派。代理乡长时，我的张机长当时做代理乡长，今仔嘛特别拢赶到场，拢就是安尼，知影亲戚的需要，所以当时为地方做足侪服务，做足侪代志。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啊，就是个代表，咱甲夫人两个人正对好人，所以出好囝儿，哦，今仔咱保养安尼啊出。无当紧，吼、哦、生了水，佫比壮啊，佫较大。吼、哦，这恁两个是够做人，这用手工捏的，唔是用塑胶射出的吼、哦。咱的亲家啊啊，真正安尼是塑胶公司的大老板，对中华安尼伫中华地方啊嘛产生安尼好囝儿，啊咱的新娘水水水，所以今仔日。啊！你真正保养甲林毅，啊！你两个人结连理，啊！我拢足欢喜。啊！一边哥家得到好新妇，一边咱的黄家得到好囝婿。啊！咱拍婆啊，甲祝福因一世人恩恩爱爱。啊！实在讲，真正两个少年人嘛足无简单。咱的保养啊，伫师大毕业。啊，即嘛嘛是交通部委托的气象厂商，啊，伊无代事业成功，而且真正好运好缘，啊，捌到咱的新娘美娇娘，啊，咱新娘慈济大学毕业，啊嘛安尼足甘心，伫爸爸的公司安尼到帮忙，啊，两个少年人有缘来熟识，有分做红某，恩爱结连理。今仔咱足欢喜，所以我甲吴炳瑞特别来恭喜。我相信满场的贵宾贵客嘛是共这个心意，拢要祝福因对今仔日的手牵手，建立一世人心连心，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。咱个拍婆啊，甲恭喜！啊，新人组成新家庭，我相信两边的爸爸妈妈。打好基础，即马敢若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新郎新娘结连理，赶快产生新人类，通会当互因一代传一代，啊，互因会当五世基昌。若要五世基昌，就是爱昌昌昌。所以，啊嘛，赶快产生新人类，咱的壮阿嘛，甲赶紧做阿公，啊，咱的亲家嘛，赶紧做阿公。所以伫遮，啊遮咱足欢喜，啊伫遮来甲恭喜，啊我相信结婚的喜宴场，啊我着接生意来恭喜，啊吴炳瑞有哪讲话来甲恭喜者，那吴炳瑞是当时阮拢做伙，伊是县政府上拍拼的机要秘书，即马是立法院党团的二头的干事长，已经三届立法委员，那我拍拍啊请伊恭喜者。啊，非常的恭喜啊！首先啊，感谢咱的廖小青议员啊，
啊，咱的高品作人代表，甲咱的高夫人吼，啊，亲家真恭喜，咱今日的保养，甲咱的林姨吼恭喜，啊，满场的贵宾贵客亲戚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恭喜，大家好。好多啊，所以就有咱的苏老馆长已经有啊讲了真详细吼，啊，所以我就是简单来祝福啦吼，啊，咱保养烟头阁将才，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吼，将来绝对也是一个好人才。啊，咱林姨啊，美丽大方，一世一家。绝对也是一个好家哦，财主家人天作之合，结了以后必定是一对上佳受人欣赏的好老鸳鸯。各位贵宾老同学，请拍波啊，坐好好无啦。啊，阿水啊嘛是对随满场贵宾贵客的脚步，要来恭喜咱的保养甲林姨哦。啊，对今仔日的手牵手，爱跟你一世人心连心，祝你们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。啊，那上好吼，为了国家的低出生率。恁遮好个品质哦，要多生贵子啦吼！我相信双方个家长拢会赞成啊对。啊，嘛来祝福咱高富甲黄富、亮富五世之昌，代代富贵，满场个贵宾、贵客、亲戚朋友，身体健康，顺心如意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哈，我们吴秉睿委员，谢谢我们院长，我们现场的嘉宾，嘿，秉壮的朋友，秉壮的这个社团的同学会长们，我们举杯举得高高的，祝贺这对新人百年好合。我们在台上祝贺你们的到临，到来光临，谢谢啊，祝福大家，来一起举杯，恭喜，多谢大家，感谢感谢。这是我们300B 住区，很你们勇敢，哎，来个家，要替新人来个祝福，啊，替高秉壮哈，来个一好嘞，一个来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你狮子会拢无一个破我声哦，嘿妹，那财主的财主拢在欢呼一下妹，来欢呼一下，谢谢，一林哈，咱哈小青议员哈。介绍了太好嘞哈，啊主持了太好，啊跟咱高秉壮哈，咱是共届会长嘛对吧哈？好，那么小青议员呢，跟我立峰也是同样符合狮子会的师姐哈，那我以你的服务为荣，对不对哈？那么，哎，来这个地方哈，到深坑特别感觉亲切，真久无坐安尼板凳的哈，坐这板凳的哈，啊咱这个青坑的所在哈，人哈人文朴实，人文这个很和善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狮子会我们高秉壮我们的师兄啊哈，这个高伯嘛加跨哈，啊大多跨点哈，真侪政界的这些朋友，好，还有我们狮子会的好多好多的好多好多的师友哈，啊拢甲咱高秉壮哈，咱高师兄高伯拢哈，真甜蜜啦，真甜蜜哈，啊今仔日来遮哈，来参加咱一对新人。哦，幸福美满，哦，今日咧办婚宴吼，啊来，互咱高师兄来请，啊，咱当然是食着喜酒，抱着欢喜的心情来祝，吼，两夫来联姻吼，啊，一定是吼，春风满面，日日拢进，日日拢会趁钱吼，啊，年年拢会春呐吼，啊，咱吼两个新人，哦，即马手牵手吼，心相成对吼，啊，成家吼，成家成业一定万年拢富贵吼，啊，咱大家师友吼，哎，师友们在哪里？再次挥挥手哈，用我们的双手哈，来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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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高师兄，恭喜这对新人啊，一世一生一世啦哈，幸福美满哈，永浴爱河。那我们跟他们一样，一起幸福美满，来祝大家新春如意，事事如意，谢谢。谢谢我们300B 住区总监陈立凤的贺礼，谢谢谢谢谢谢小林议员，谢谢，哎谢谢。各位贵宾，咱今日的。新家新屋哈，咱小凤的主人，新郎新娘恭喜，大家恭喜，大家们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，我亲戚住六十多年吼，还咧看到这里盛大的结婚典礼吼，才讲开几百桌桌哦，好，那表示哦，八十哦，八十桌桌，啊，现场有真侪贵宾朋友吼，这品种啊吼，品种啊，真正是。对亲戚来讲哦，啊对我来讲哦，真的是贡献足多啦吼。尤其是长期吼，不管伊今日做代表吼，还是咩啊吼，我较有参与亲戚这部分代志的时阵吼，参与包括党嘅代志各方面吼，需要亲戚服务的吼，啊大多数代志拢是变作个咧斗三工吼，足侪叫我来感谢一下吼。啊嘛感谢咱的亲戚媳妇吼，啊
生产出到这么好的新娘子吼，啊，洪哥家来做媳妇吼，啊，你放心啦吼，林总啊，咱新郎吼一定会将新娘子疼命命的吼，啊，哥家的优点啦吼，哥家的男性包括阮兜才来吼，普通拢较惊某啦吼，某来讲安怎就会安怎吼，某来讲好啊去拍拼就去拍拼吼，好啊去趁钱就去趁钱吼，啊，所以这点请亲戚真放心吼。啊，大家共同吼，这对是拢爱共同来孝顺双方的父母亲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今日就感谢咱这么侪亲朋好友来参加这场盛大的结婚典礼吼，啊嘛，拜托勿忘吼，咱今日所有各位朋友对这对少年的吼，会当家到参加到支持吼，在人生的旅途，不管伊的事业各方面，大家家到三工，和这对新人吼，会当。永浴爱河啊，就爱多生贵子哈，甲爸爸妈妈同款哦，给死鬼啊哈，啊为咱台湾为咱社会来好好服务，你好唔好？哦，啊，足欢喜来参加这年盛大的结婚典礼哈，啊嘛借这个机会，祝所有朋友捧这对新人的福气哈，啊大家甲这对新人同款哦，会当永浴爱河啊，家庭美满。大家顺利大赚钱，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双方主婚人，尤其是我们男方哦，我们的高代表啊，以及我们今天的最佳男女主角宝永跟林毅哦，还有我们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呢，我们聚集在这边哦，分享他们两个哈这一对夫妻哦。这个爱情开花结果，我们见证他们哦，这个婚姻哈、哦，大家知道要去维系一个婚姻哦，其实没那么简单哦。那很高兴哦，我觉得年轻人，我们真的要鼓励他们勇敢的走进这个人家说的进入结婚呢，可能是另外一个状态哦。但是我相信哦，在我们高代表的这个家持家的这个方式呢，就欢迎我们这个林毅呢成为我们深坑人哦，深坑这里是好地方，好风水哦，我相信呢我们的高家哈、哦、会在今年呢可以迎接啊、哦、我们最希望的小 baby 哦，也是呢也替我们国家呢增产报国、哦，在这边呢也祝福我们夫妻这对夫妻哦。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哦！啊，也很高兴今天很多好朋友哈、哦，我们一起在这里祝福他们哦。我们呢要祝福他们幸福，祝福今天所有与会的贵宾，也可以跟他们跟我们一起呢来分享他们的喜悦。最后呢，祝福今天所有的在这边的好朋友们哦，2017哦，宜君的新的愿望就是祝福我身边的好朋友呢，跟他们一样也是幸福，幸福满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高虎跟华虎，来相片的七亲好友，来恭喜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拍摄较慢到吼，代表恭喜拍摄。啊，今日吼大日吼，啊，戏也非常多，所以拍摄吼，我现场较慢吼。但是吼，生意同款，吼咱代表吼，今日大戏的好日子吼，你看满满的好朋友，七亲好友来个现场吼，表示讲吼，会对咱代表肯定，更加对咱新人的祝福。啊，咱常来讲一句话吼，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这对新人吼，从相知、相识、相惜、相爱，到今日相约定走一生，我相信在大家见证之下，你知道人生上幸福、上健康，也是上甜蜜的决定。啊，今日咱吼代表吼，看到咱的这个新人吼，安尼从小就来聊到大汉，安尼今日要结婚咯。心情一定非常非常的欢喜，哎呀，早困袂去啊，搁一定困袂去的吼。但是吼，搁啊困袂去吼，心情吼是永远吼安尼快快乐乐，因为嫁一个好的新妇啦吼。啊，当然搁啊重要，希望这对新人啊能够为我们多生贵子，早生贵子。我相信吼，咱平壮乡吼一定足期待吼，紧做工啊，加做一挂孙的工安尼吼。啊，公阿妈妈就在听啦吼。所以你叫祝福咱这对新人。能够多生贵子，早生贵子，我们阿公吼，相救婆相孙无用通结婚啦哈。阿兰吼，亲家亲吼，阿兰吼相救婆相孙无用通难滚。
啊，再次祝福这对新人，也祝福所有贵宾哈，沾着他们喜气，在新的一年能够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。感谢啊，恭喜！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啊，这么多，一个乡亲时代嘉宾贵客，啊，无惜着时间的宝贵，啊，拨着宝贵时间哈，来个保养，啊个啊一个礼仪哈，啊一个结婚的大典哈，来个祝福。相信呢，新郎新娘在出世甲行人哈，啊拢是爸爸妈妈的客户哈，都一样拢袂得拍起家己哈。啊，所以讲今日呢，啊一个结婚一个大典，啊是这对在主家人人生另外一段拍拼的开始。相信有恁的祝福，这对在主家人会更加珍惜，更加拍拼，创造一番真美好一个家庭甲事业，来报答着两夫养的之恩。所以讲，小弟在咧遮，嘛要来祝福这对在主家人会当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早生贵子，五世吉祥。同时啊，做了这个两吉日，祝咱两叔邀请的贵宾会当心想事成，事事如意。感谢各位，恭喜各位，新年快乐！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